MCO 2.0 第一天，从3月5号到3月18日是两个礼拜，那个暂时到两个礼拜了，因为呢，那个千雪梦的已经开放了的，那个可以去哪里哪里啊。什么金明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这样呢，今天安排就是。今天是 CMCO 的第一天了，呢，现在呢已经开放了的，千雪龙啊已经开放了，不过呢，现在呢3月5号是第一天，已经开放了，你可以去润泽龙啊，可以去一日游啊，可以去石冰镇啊，你 SI 可以去巴生啊，去吉隆坡啊，那去不中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去石棒的地方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呢。然后就是 CMCO 2.0 第一天，从3月5号到3月18日是两个礼拜，那个展示到两个礼拜的，因为呢，那个千雪梦已经开放了的，那个可以去哪里哪里啊，那些软家族啊，你看东城市东西啊，那个是建筛哦。天，然后呢，如果还没有看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记得 follow 我的 YouTube、subscribe 还有 share， 还有 unbelling， 然后呢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G， 然后呢，记得呢，然后讲故事给我们听下，现在第一天就是。全部的营业哦，餐厅啊 ，restaurant、coffee shop 啊，其他的店啊，这些营业呢已经可以营业了，重开了。还有一个是其他的美容店啊，其他分店啊，可以。然后呢 ，pharmacy， 然后呢，开到从早上六点，还有早上八点开到凌晨十二点。其他的桌子已经可以加起来是可以坐六个人的椅子啊，大桌子、小桌子是两个人，大桌子是六个人，还有八个人，那个新的 SOP 的，然后呢，现在的开锅啊，还是呢就还是不可以挂钟啊，只是可以挂线，只是狼窝而已，那个开放了的狼窝，然后呢全部还是锁锅。金翅跨州啊，锁国啊，然后呢，如果喜欢要去逛街的话，现在3月5号，也可以重新再去逛街啊，去看金牛啊，去 shopping 啊，还没有拆完的东西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一个颜色，然后去 shopping 啊 ，SI 去 shopping 啊 ，SI 去吃东西啊。SI 去看戏啊，去唱歌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去 CMCO 一日游可以去两天一夜，然后就可以去 Block Down 啊，可以去巴生港啊，可以去 Block Down 两天一夜游，然后呢，那个 hotel 的179块钱，住两天一夜，然后呢，就是人呢去回一个人20块，大成人小人。十块钱，回来总共是40块钱一个人的成人，这个呢，还回码头啊，那边有包住，有卡拉 OK， 有吃海鲜啊，那边有自助餐啊，然后呢，如果喜欢可以去看海的，如果你要去巴生港的，可以去布拉克丹的时候呢，你就记得打电话，或者是。我扫那个主人那个工员工的人呢、啊，然后呢，现在是，我们在雪兰莪啊，我们在斯兰瓦、查拉斯啊，
可以去神童岛啊，你可以去哥伦布啊，可以去布达加呀。不过呢，现在呢，已经解除了的MCO 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禁令了，解除了，没有封路了。不过呢，我现在呢，如果呢，已经没有封路了，一辆车可以坐五个人，然后 MPV 呢，七个人坐子，坐七个人一辆车。是 MPV， 然后没有 estimate 那个保安照啊，我们，然后说 MPV 车可以去嘎巴浪，去果浪吃海鲜啊，现在可以走过去嘎浪啊，可以开放了啊，取消10公里的，然后呢，真的是，因为是那时候还没过年的时候，从1月13日到26日，还有一个是到2月10号。然后加一个是加起来是2月21号是那个加起来4次的 MCO， 然后呢现在加一个是3月5号开始第一天是 CMCO， 那是 2.0， 这个是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， 这是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那个全国的其他的 RMCO。福原行动管制令，这个是就是那是在马六甲啊、布达加呀、一个巴哈啊，那个是那个东加努，那个是沙巴，然后这个是然后是就饿了，就是这个这个呢，如果就是我要过去的时候呢。去旅行啊，去一日游，那些景点是不可以去，不可以化妆啊，就不可以去那个去顶级巴哈啊，所以说已经是锁国了的，就是不是？现在是晚上，差不多12点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是。今天呢，昨天呢，和今天呢，又是两次空的，2000人新增了，那天1000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呢 ，CMCO 可以 order 那个buffet 啊，在家里啊，可以去偷 K 地方啊，可以安排那个 birthday party 啊，或者是 wedding party 啊 ，birthday party 啊 ，full moon party 啊。这几个是可以去泡可以去海底捞啊，可以去餐馆，可以去可以去着陆啊，可以去中国可以家里啊，或者是那个餐馆那边你可以清楚说比较少人，少几个人或者10个人新的 FB 是少人，不可以这么多人，然后呢算少是10个人，一个是这是3月，那个生日呢，你就可以去餐馆啊，包的那些东西啊，里面你可以放那个你们的冰箱啊，包括呢就是说烧蜡烛，然后 Happy Birthday 啊，包围那个 KTV Velocity， 也可以去雪纳尔人啊，也可以去巴生吃巴布袋，或者是吃海鲜东西啊，去巴生港就是吃东西。如果呢，现在讲完了啊，OK， 拜拜。